刚刚看视频，看他们吃那个韩式拌饭，还有就是一些韩国料理。我想我现在叫外卖也送不到啊，然后我家也没有什么韩式的东西啊，突然想起来有个韩式辣酱，我就整个韩式辣酱炒饭吧，我也不知道好吃不好吃，尝尝。说实话，不太好吃，还没有正常做那个蛋炒饭好吃呢。但是配上大蒜，就是香味就上来了。大家一定要监督我，我马上上班了。我要变太胖，上班这形象不行了，得减肥。吃饭不吃蒜，味道少一半。OK， 我先吃点，然后今天的宵夜视频就到这里了。晚安 ，Good night， 拜拜，明天见。谁想关注我，我是花花学姐，拜拜 ，Cheers。